咱祝寿的典礼啊，参加的信徒啊，会当来啉到乡亲团特别准备的福酒。啉了后啊，会当受到咱千岁爷甲咱万神爷的保庇，生理会当兴旺，合家平安。啉福酒嘛是真幸运，会当分到咱千岁爷的福气，是不是？予咱看到也真新鲜嘞。其实是从第一次在大陆这边，在珠海这边就已经有参与这个活动哦，是因为跟这个主机关张董事长是有彼此有生意上的往来，然后有经过张董事长的介绍，我们过来这里参拜，然后参拜以后觉得这个活动在这边举行的时候，对台湾人来讲算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，每年我们都会希望说，吸引更多的台湾的朋友，或者是在这里本地有心的一些大陆人士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，然后也彼此也可以交流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。这样，以前我也不知道南昆山大天湖这个部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住台中啊。我伫台湾时，我拢伫台北生活，啊，所以我是来到台湾了，实在着张先生，吼，因为有这个真诚的心，伊在台南州，吼，也嘛发贴啊还，所以我感觉有这个机会，我也是很珍惜啦，啊嘛，希望在很离乡背景的情况之下，伫这个这么远的异乡，还够参加这种典礼，我们是觉得很高兴。哦，也很珍惜啊！我们这里有这悠闲吼来这啊，这个地府王爷参拜吼，啊，真侪台湾人拢来这台中啦，拢来这来参拜吼，啊，来这了后会感觉讲安尼，心灵哦真啊真安静哦，啊，感觉心有咧保庇安尼哦，啊，希望大家拢出国平安啊，行李兴旺啊！我们是高冠公司，然后分驻在深圳营业所的，啊，因为透过公司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有跟华网这边有合作关系，所以得知每年都一年有两次，所以我们每年都来拜。然后我这个小朋友啊，也是来拜过王爷以后才生出来的。你看现在白白胖胖的。哦，因为阮大概拢来参拜吼，啊王爷嘛拢甲阮保庇啊，给阮生一个这么水的后生。今麦阮巴肚内底又过第二个啊，准备要出世啊啦。所以感谢王爷照顾。咱今仔个即个祝寿大典，也是咱伫即个珠海华宏公司来举办。啊，即咱所看到的即个信众，即个善男信女，啊，常咧对惠州来，东莞、深圳、中山、滨州，以及咱即个啊广州，哦，啊，即四方八达，啊，大家开车上少爱两点钟，上下爱四点钟，啊，所以即嘛陆续来参加即个早上10:30。啊！来南昆山大天路祝寿大典，啊！即各方的信徒加神神大德吼，啊！即个虔诚的意义，咱大家看有得，大家主动拢祝花，啊！来参加即个祝寿大典，啊！即个意义吼，是在来认识咱南昆山大天路即个五福千岁，关于做万神阿公，会当吼大家一个，啊！出外在外即个台商，吼啊！会当安尼受到雇佣。啊，即个咱即个宗教的信仰，爱当来到遮参悟，互因的心哦，宗教的信仰会当净化伊人心，当来改善伊啊咧，事业在此经营更加有信心，啊咧家庭美满，啊即风度大展啊咧。伫咱每一年所举办的啊，五福王爷，甲咱万神爷公会祝寿大展啊，会使用伫咱大陆。的台商啊，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活动，甲一个心灵的寄托，予咱分散伫咱各地的台商啊，有一个对新人的寄托，嘛当分享到咱人甲人的交流，联络感情的一回。南昆山大天路管理委员会及咱行善团，感谢各位。铭记在心，非常的感念大家这种虔诚，这种参加宗教信仰，这种可以净化人心，大家共聚一堂。首先，我要感谢
我们行善团那个张团长啊，他们行抗力啊，以及所有的干部对南昆仑代天府的付出，一年一年啊，来参加祝寿的这个各位的好朋友啊，每年的增加很多，就是旧事了。但是今年呢，也有多新的好朋友，大家有时间到南昆仑代天府来观光旅游。华宏公司张董事长啊，也就是咱这次咱的行政团的团长，要来举办这个平安宴啊。今天由咱的董事长来做东啊，为了五湖王爷甲咱万千爷的祝寿啊，同时嘛要来为了着咱千里迢迢真辛苦的这团员啊，咱代天宣化行政团，咱所有的团员。以及甲咱众生民啊，来到咱大陆，咱的台商啊，啊，这么啊欢迎啊，这么啊虔诚啊，啊，对咱大天父，咱的王爷公啊，伊的神威显灵啊，受到咱台商这么肯定啊，帮助咱赚大钱，求平安，节目是愈来愈精彩啊，敬请继续收看《神游四海》。